先来到百花大教堂多尔摩，名字跟米兰多尔摩是一样的。然后这是它前面的寿喜店，非常大的一个，我本以为小小一颗，怎么这么大一颗？然后这就是教堂本体。教堂本体旁边是纵深非常深，而且很大。大家请看一下，人那么小，教堂那么高，都在高什么高？我们还有一座塔，出现了教堂的本体，非常大，而且非常就是从外观上看是非常的华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这个建筑的精细度也不会比法国的那些教堂来得更高，可是。而且它用绿色的漆或石头吧，看起来就是比较华丽。还有旁边这个华丽的塔，这么直一座，据说要走414阶楼梯才能到顶，得来走看看，花钱买罪受。比教堂更近的，底下有一些马车可以搭，真酷哎！这马车真的是很酷。非常精致啊，然后马都正在吃东西，这个塔真是近看越高了，好高啊，太阳好大啊。